顾姑娘，我们这是在哪儿？请不要伤害她，不然你的下场一定会很惨。杀了我顾家的，是不是你金殿？ 回答我，是不是？我宁愿他不是。爹，你说的对，刚出生的狼崽子，就算打小没喝过血，长大了。 也会吃人肉。我应该一早就杀了你，顾姑娘。你的刀是用来杀京朝铁夫的，用我这把匕首替你们顾家报仇雪恨吧。 顾君，我想在死之前再看看你。雪的纹理，成的是月光。谢谢顾君，让我看到了这里。 最美的雪，川哥哥，别杀他！这个人现在还不能杀。你什么意思？大鱼还没有上钩，鱼饵还得留着。